不是说铅不铅笔，孔明就是他来的时候，他到尼泊尔了，说这那，他还没到尼泊尔，说我要到尼泊尔，我说行，我去直播，我说行，需要就是他说知道怎么弄这那，我都跟他说，我也告诉他怎么整怎么弄，他到尼泊尔完了，你回来就跟我俩七儿八，就今晚怎么这咋的了呢？你跟我俩七儿八的了？那你把老爸出去吧，这什么情况呢，兄弟啊？你看我帮我都不能说有帮你啥怎么着，但是你问我了，我都跟你说了。你玩个鱼吧，在这气球，这辈子他妈都基本顺心不了。这是咋的了呢？这怎么整的了，兄弟？这是怎么到尼泊尔怎么的了呢，兄弟啊？这是怎么？这什么情况啊？那个，你说啥都行，但是别说老子，就是说什么都行，或者你说我两句，埋汰我，骂我两句都行，但是不能说老子，是吧？就不能说那个老人了啊。那怎么把你弄出来的？行，哎呀，你这咋整的，兄弟？这怎么？你看我也没。你说你钱是你来了，我都全都告诉你，你说这么播那么弄，怎么整的？那我全都教你，告诉你我怎么着，或者说你说你直播怎么地呀？你说你没事还唠唠嗑，我还都跟你说呢，这今天来了是咋的了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咱也不知道吗？你这怎么的了？这不是你说这怎么个事儿呢？你来过来就行了。我在新西伯利亚，我在新西伯利亚。啊，再见着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我搁新西伯利亚呢，我在新西伯利亚呢。这是我操！这兄弟，我在新西伯利亚了。就是你8000、9000，这跟我没关系，好吧？来就来，不是？你看你来就来也好，不来也罢。你看你又来了，又上这个，又上那了，又掏保险8000，怕我？你看又怕我？你说你这是咋的了呢？啊？这是哪块不顺了？不如意了？这怎么？这知道我这5232是那个出气筒子还是怎么着了？我那提前给你去帮我买了，我练胆儿，你搁这屏幕练胆儿呢。